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玉精选。我们这里有一月、二月、三月，甚至有一年的销售数据，如何将它汇总到一张表上面呢？我们今天一起来操作一下。首先我们在这个空白表里面选中，然后点击数据，在这个数字里面有一个和平集散，我们点一下这个位置浏览，我们点中第一张表格，然后把它选进来，然后确定，然后再点击添加第一张表、第三张表。如果说我们有很多张表的话，就这样把它全部添加进来，然后这个首行和这些主列要把它勾上，我们再点击确定。那么这一张表上面一月、二月、三月的销量就全部汇总了。如果说有一年的话，那么它也会合并在一起，是不是非常的快？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好看视频，轻松有收获。